像人一样，反而就更过敏了。那就说这么多吧，也没啥了。其实做旅行自媒体搭档的话，不只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利益啊、行程呀、啥的，还有各自的一个，我觉得最本质来说就是实力吧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，最好还是和你实力差不多的人一起搭档，我觉得这样要好一点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，说别的也没啥好说的了。完了，看一下发酵起来没有？两个。没发酵起来。这盖着发不臭，不起来不了。是，应该要大一圈儿。这么小的馒头吗？那会知儿不是道。发酵大了吗？这咋又小了？哼。要不然就这么蒸试试。哦，蒸出来还是这么大。它可能比这稍微大一点点。在蒸馒头这个期间，我们俩再把昨天剩下那点馅儿饼包了吧，是吧？对。这个得蒸两锅呢。啊。不行，昨天人说我面擀腻了，今天这个也不软，还是不太软，比昨天那个软一点。乌龙已经掌握了擀皮儿的精髓，他还是这能干成那样就是两边薄，中间厚。就是多谢你的指教。长得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就凑合吧。今天我一定要好好包，一定要把我的包皮技术练出来。主要是咱们用这个，它不好弄。有个擀面杖就好多了。我感觉当然还得弄点稀奇古怪的，正常，你说，这得练个14、18次的。每次我包的这个中间这儿可厚了。这个干嘛呀？这个是。给你捏开。行，差不多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馒头熟没？当当当，还可以啊，我觉可以得。啊。应该是。哎，还有那擀肘呢，对呀。就跟卖的一样。还得多整，再整整，再耶，整一成下，功啦！再5分钟哎，吧。我觉得可以了，拿出来尝一下。完了，相当成功，看这个色儿，看里面熟没？熟了。哎呀！
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准备弄馅饼，用那个油炸一遍，但是经过我和丽娜的商量，就决定包成包子了，肉包子。对，我这些个包子真的惨不忍睹啊！开口笑。这个是倒过来的包子。看看这锅怎么样啊？哇！哇，这个好啊！而且这个还是用那个他念他的那个饼开始做。应该是熟了吧？熟了，肯定熟了。嗯，拿出来，先拿出去。这个漂亮是吧？这么这个几个也漂亮是吧？嗯，成功了。嗯。应该是差不多。这咋还有点发绿呢？哎呦，这个可以吃。我加点水吧。嗯。有点挤不下了，差点挤一挤吧，这十挨十打住了，不用喝，别我得盖盖儿，这回蒸出来肯定挤住了。小笼包，你尝一个包子。熟了，熟了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面也挺软啊。嗯，你尝一个，是最后一锅了，完美，漂亮，好丑啊！还不挺漂亮的吗？啥呀？这是能吃就行。对，尝一个。对，应该是馅儿和面是有点融合的，但是分开了、啊，可能是太硬了，冻了冰箱的原因吧。我现在是大蒜都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吃了两个了，三个。凑合吧。这是给自己的点评是吧？